林辉小姐。在华语青年特别奖励评审团认为，候选人运用个人成就将台湾介绍给世界各国，获得广大各国青年的回响，因而由知名的主持人谢依芬来脱颖而出。辛苦值得啦，对啊，辛苦要值得啦，对啊，时间花在哪，成果就在哪嘛。原本在做代购要开店的时候，我妈是超不同意的。然后她是真的是我卖一件衣服赚来的钱，我再拿去买另外一件衣服，就是等于买货嘛。卖一件货再去买第二件货，卖两件货再去买四件货，这样慢慢滚雪球滚起来的，完全没拿家里任何一块钱。做到现在，有人带我入行，就是我去拜托一个老板，让我因为那时候不知道可以去美国拿货嘛，那时候不知道可以去找美国的人啊，去 Outlet 啊，找意大利人去 Outlet 拿货，那时候完全不懂那些，所以我只能去精品店拜托里面的老板说，拜托你这个货可不可以给我，我拿去卖，啊你可以赚我没关系，那时候就是卖一件大概可以赚一两百块，我就是这样把一两百块存起来，再去囤货。存到一定的量之后呢，就慢慢懂了嘛。这个行业会创这个品牌本身是因为我是代购，就是我是精品代购，然后我们做了将近快七年的时间。只是很多年轻人都会想要买好一点的衣服，或者是材质好一点的衣服送爸爸妈妈或者是自己穿。那但是好一点的衣服或者是好一点的材质，外面都会卖得比较贵。那我们就想说，那倒不如我们自己做一个自有的品牌，然后用好一点的材质，进口的材质。然后也是请国外跟台湾的设计师这样联名创作，然后卖一便宜一点点的价位，就是人人都可以入手的价位这样子。辛苦值得啦。对啊，辛苦要值得，时间花在哪，成果就在哪了。